哎呦，兄弟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谁呀？来来来，哦，亮哥。张亮，哎呀，欢迎欢迎。早上鞋，王诗琳。王诗琳。王诗琳。想在哪儿呢？不是王诗琳，王岳伦。我还以为来了呢，诗琳。我以为有个外惊喜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 我好久没见于伦哥了，都是啊，上回我们见还是在健身房，某年前的健身房，对，某年前，健身房不太见得了王导。安吉拉呢？安吉拉在北京啊，爷爷奶奶带，我还给他买了那个买了点礼物呢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们两个也有礼物。哇，好贴心，一个小健身器，健身器，怎么感觉你们不太想要？喜欢。 其实就是类似于呼啦圈儿，但是比如说平时看电视的时候，比如说在那边，然后电视稍微扭一下，就不用总坐着。哦，对，不是，这怎么用啊？我看看，来，这个，不停的转这个是吧？这个呢，一定要顶的就是肚子前边来，不用自己转这个呼啦圈，它只转那个球，这个好啊，尺寸还可以。然后就转这个是吗？ 你这没甩开是不是？对呀，劲儿没使到位啊。哎，这个还不容易，看着。哈哈，他没甩起来。哎，你跟张亮那个，自在自在，手举起来。哎，你跟张亮那个，哎，你这个转的可以啊。 老彭，小姐你在旁边好可爱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学习一下，哎，好可爱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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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，这个礼物好可爱。 啊，这挺累的，这比呼啦圈累多了。这个，哎呦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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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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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